8月22到8月28号呢，十二生肖周运势，生肖运势只有一颗星，生肖属猪、属兔、属羊，这个礼拜容易过劳，要注意健康的问题。运势只有三颗星呢，生肖属蛇、属鸡还有属牛，你的机会很多，但是也容易三心二意，不知道怎么选择哦。生肖运势有四颗星，生肖属虎、属马、属狗，你有贵人相助，凡事可以逢凶化吉。